嗨、哎、啊！就开出来！哎，白痴，我没按到设定啊！啊，有人开错台了！啊，好忙啊！啊，有人开去外地了，啊、快点、啊，快删掉，啊、快删掉！赶快删掉，快删掉！啊，要被警告了！出事了！出事了！啊，要穿比基尼了！啊，洗，要穿女仆装了！谁穿女仆装？一定不是我。穿护士装，那你想要穿是不是？我不想。这是护士。你其实很想穿的，我都应该让你冠军。没有。你是羡慕的。我的卡比兽太不争气了，他不想看。他直接狠狠的打爆我，太棒了，卡比兽。OK， 好。他说送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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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啦。送啊！偷看他，偷看一下大家长什么样子。等一下不是要走台步？等下走台步不是吗？会有、啊。等一下大家都会看到。等一下哦。啊，我的那个。啊，我的那个兵器。你的那个。我找到了。你的哒哒哒哒。救护车来了。救护车来了。救护车。前阵子比较多，这阵子比较少。可是以我们现在大家的样子，就我们大家啊哈哈哈哈！一二三四五六七，都到了，经理人请假。哦，经理人请假。对，经理一，经理减一，安南上课啦。安妮娜也是安妮。那怎么这样？转身怎么这样？头上是你的智齿吗？他们自己就这样。来，我们轮流上台看一下自己身体状况如何啊？身体状况、感觉大家身体都不太好。那要不要你先啊？你先讲一下你是谁？对啊，你先讲一下。我老我医生啊，医生啊，老医生啊。医生，那你会电人吗？我好想电你啊！啊，为什么电我、啊？垫下去，吓、哦、死了！接下来，那我们就用 tape 顺序。好，哎，谁、是月月先呢？啊，我先了啊，蛋姐的，就蛋姐的。等我一下，我要拿工具。蛋姐，哦，你要拿工具？好，那我是不是要去拿工具啊？那我也要去。你们怎么拿到拿工具？拿到拿工具？笑死！怎么你们都有工具啊？这有什么工具？不是工具。没有，只是假装。我觉得我的 skin 就应该要拿另一个工具，可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我可能要跟人借一下哦。哦、啊，给你 CC 哦，我有，没事。我好像不用特别换，我要拿这个就好。好，好好奇啊！我要拿什么工具啊？好我好了。哈哈哈哈哈！我就这个了。回来了。谁是谁啊？ Yeah.谁是谁啊？谁是谁？我们就只是眼睛比较红而已啊！是不是？就擦一下，看哪一个叫就知道是谁了。好啦，第一个是我。听说我是被画成杰森，是不是？七七七哇哇哇！杰森，他连我的面具都把它改了，本来是静音的，结果他现在变成。杰森的面具啦，好恐怖哦！杰森在旁边。OK， 好，换下一位。好，下一个是我。等一下、啊，我是他们说什么兔猫还是什么的？滴滴滴的兔猫，滴滴滴的兔猫。对啊，我刚刚拿工具就是拿这个，说可以飞出去，是不是？好恐怖哦！害怕。下一位，是我啦，是我啦。你好适合这套装哦，因为本身就你看起来很潮呢，对吗？哎，我是他们这个是那个 DBD 的军团，你看我也不用拿起来，我就一样拿小刀就好了。其实你拿刀就 OK 了，对吧？没错，旁边就好，旁边还有衣服，真的很像被打成蜂窝。我本来就是。有的司机是拿圆规啦，对，圆规没有圆规，对，可是我们没圆规，他可以拿这个吗？赖打，赖打，烧了。下一位，嗨，你好，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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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诞节了，我过圣诞节了，太适合哎、欸、哇！没有啦，这是那个 DBD 的护士啊，我也有特殊功能啊。哦、不是吗？不是 DBD 的，是黑暗轨迹、哦，黑暗轨迹。可是我没玩黑暗轨迹、哦，对。不过护士应该都会瞬移吧？哦，你瞬移了，怪怪的，怪怪的。哎，难得我不是那个呢。好啦，这个我哈，我真的是觉得他很故意啦，他给我画这样、啊。哇哦！哇哦！哇哦！转身一下，转身一下，小翅膀，小翅膀，好适合你哦。他说我是小恶魔啦，好适合哦。小恶魔免洗笑话，好危险啊，好危险啊。对，就是免洗笑话，免洗笑话。对，他说这是原创的，没有参考任何的这样。哦、欸，哇，好，下一个，他的新癖，他这个设计理念一定想很久。哎呦，好恐怖！哎呦，啊，听说我是什么僵尸化地狱猎犬，是不是？哦，僵尸化地狱猎犬，哇！我很喜欢他背后把他弄成这样，我觉得很自爱。哦，那脸很帅，有点帅啊，超帅的哦，帅帅帅帅帅，对啊。然后今天这些指定全部都是中间画的，感谢感谢。然后他还有画其他人啊，可是其他人就是可能要巧克团，或者晚一点开的时候。对对对，之后之后，错啊！啊，校长，长，你要说什么？要说什么没？校长，今天自由活动，今天没有活动，你是不是在搞活动？我是干的，自由活动。校长是在搞其他的活动。新的一季开始了，对呀，别款游戏嘛，啊，原来是这样，原来这样，来来来。那什么二次回响有改吗？或者是还没吧？应该没有吧？好吧，应该是没有吧？延宕了，工程继续延后。乐透，乐透，乐透啊！乐透对哈，乐透，乐透，乐透啊！你人比较少，是不是可以中一下啦？你要我想想没中过的那个，对，还有一个没中过的呢。没关系啦，好不好？今天就是你的啊，好难啊！我要买这个跟这个，我要买头尾。你要买头尾？头尾？所以你要抢我的25号吗？对，我已经抢了，我买1号跟25号了。好吧，好狠，好狠哦！好狠哦！没关系，好狠哦！太好力软，狠人。你知道今天我在抽宝可梦的时候啊，一号连续一个什么许愿新快，再加一个随机神兽，很夸张啊！但是 我只拿到其中一个而已啊！哎呀，太狠了，太狠了，太狠了，太无情了！哎、欸，哦，在这里啊，这样我要买什么啊？嗯，有装备喽，我已经没啥钱做装备喽。我也没啥钻石的，之后有没有好赚钻石的活动？好赚钻石哦，好赚钻石是一种钻石牌子吗？赚钻石口号哦，好像很赚哦，好赚钻烂，好赚钻石。之后啊，看看之后看看，之后好吧，等他干完。对，你要先提出一些实际的，不然他这个应该有点难想。最近应该都在那个，对啊，最近有其他东西在影响这个更新。我们班个人更新最近比较慢一点。看来就是大家集思广益的时候了。没错，工程延后一些啊。最近有什么夯？好像还好。最近打疫苗很夯啊。哎、这个已经一段时间了，等一下。我们这边有谁还没打疫苗？我是疫苗，我还没打。我月底，但是我明天就要打了。我已经准备好了。哎呦，我是月底孤儿，我月底打。我也是。不然你搞不好跟我一样，突然就接到了。突然收到了。我看我检查一下我的简讯哦，看一下。对啊，因为我是昨天收到的。我检查一下我是不是孤儿。我打 BNT。BNT。
听起来很难过。那我是不是该填一下 BNT 啊？欸，可是杰克，我觉得你不要相，但是你不是不行吗？你不要相信简讯，啊，我觉得你看到有可以预约的，你就时间准时去网络上看，哦，你就上去看一下。对，哦，对，因为简讯有时候会延后，嗯，因为太多人了。对啊，就稍微登一下那个查询系统。他就昨天发叫我今天去，叫我今天去登记啊。嗯，因为像你知道。我可以打的那一批啊，我是先登记完之后，确定好了之后，过了大概两三小时，他才寄简讯说你可以登记哦。哦，真的假的？哦，系统比较慢一点，那我已经算很好了。对，所以就是有机会会这样。嗯，我收到简讯了，啊。哦，汽车贷款，汽车贷款，汽车贷款啊！哎，现在涨好厉害，更多汽车贷款，最近超多，啊，超级多。我那里的我的资料已经被泄露了。啊，我也超多的，啊，我都已经没理他了。我尽管有装那个挡电话的那个，但是真的有时候，那简讯还是没办法，欸，电话比较少。电话你就看到那是什么奇怪的电话，就直接不理他就好，啊。对啊，你就 who's call， 然后什么推销，直接不要接。对啊，我团团打给你又假的。你一些什么，他 who's call 不是会说什么一接就挂的电话？其实，嗯，我后来发现，其实你连接都不要接，你就让他响。对啊对啊，就不要理他。因为你如果就算按，啊，因为你如果就算按那个，你马上挂掉他，他还是会知道这个有人，所以他之后还是會那个推销了给你，嗯。哦，这是我后来听到的。哦，原来是这样测试的吗？对对对，不是，就是你只要接起来或者是挂掉都算，嗯。哦，他就是看这个电话还没有人在使用。对对对，啊，我一直以为是类似那种电信的在测试说，这个有没有人在使用啊？然后说哦，这个电话不能用啊，这样子。因为其实我遇过太多种巧合，就是他只要那种一接就挂的那个电话打来啊，然后如果你对跟有反应啊，然后那可能过没多久就会开始一大堆那个推销啦，啊，什么贷款啊，汽车那。哦，所以那是随机拨号，哦，然后看有没有人使用。对，有人就会来给你推销这样。哦，或者是问你，哎，你有没有抽烟呢，啊？没有抽，哎，关心健康哦。要关心健康。保险吗？那种是保险的吗？不是不是，那是卖东西，卖药的。对，卖药的，那就关心你的日常健康。关心你的，你就关心健康，关心健康，关心健康。The man, one man, man。最近首页太多这种妹妹妹妹的东西了，妹妹 M E M E 呀，哦，迷音，迷妹妹妹妹，哎，我真的以前其实有很认真的思考，到底他怎么念这件事情。我不还是秘密啊，秘密还是他好像是命吧，就是一个音这样。可是 M E M E 怎么发命啊？魔镜魔镜吧。魔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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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E M E 这是对啊 ，M E M E， 魔镜魔镜，好烦，魔镜魔镜感觉像是就是魔强人偶的角色之类的 ，Mr. My， 我都会学他的那个了，因为我实在被他吵的要死。我记得最近我听到一个那个宝可梦的叫声，他也是很白痴，那龟角胶哦。龟脚胶是什么？龟脚胶是买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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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那个。可是我觉得年年宝比较好笑哎。年年宝是什么？什么东西？你在讲什么？年年宝啊！口水音。我好像养一堆哦，小孩，欸，救命啊，受不了！哎，欸，安娜，有兴趣可以养一只轰雷金刚星，也很好笑。欸，我昨天才扑到，欸，哎，对啊，他就是在呜，真的啊？他就是星星叫声，他就是星星叫声，超好笑的。你知道那时候小雨用到的时候，他说，啊，是谁在旁边白目的叫啊？白目学星星。我想要奇怪，他竟没在。可是那个人去休息了啊！啊，啊会学那个很帅呀，奇怪谁呀？那个人奇怪了。我就是躺着还中枪哎，欸！啊，就你呀，啊！打完疫苗然后去休息。对啊，你就直接早早去困了。睡睡对啊，對看你麦开着，然后人不在，嗯，是哈记吗？对啊，哎，你说到这个，我觉得你很厉害，你居然可以整个灯开亮亮的睡觉，还睡得很沉，很扯。
哦，反正关灯不能睡耶。啊，所以我那天其实不应该帮你关灯的。你关灯吵醒他了，我熊猫团团。哦，对对，不是，因为我醒了，我觉得看得很痛苦，因为你怎么是开灯睡啊？我就直接把你关掉，你是浪费电，浪费电打开，就是入睡啦，入睡的时候关灯反而会有点没安全感。哎、欸，所以你那天没有觉得奇怪，什么醒来灯是关的？我不是，我应该有太阳光之类的吧？还完全没印象。我的天！太累了。我刚想到一个是那个，假如灯被关掉啊，然后旁边的小夜灯是那种感光的，嗯，全部亮起来。太亮了，太亮了吧？我的灯被关了。你是说这样子感觉好像真的被吵醒了？那停电的那种夜灯不是吗？停电的灯，擦，很亮。哦，天哪！不行耶，如果像那种灯全关了，或者是完全没声音，我也没办法睡。可是一定都会有点杂音吧？你可是幽灵系的哎，你会怕黑？是有一点那种环境音啊，那种白噪音的，我才有办法啊。要声音哦，也是完全没有声音，没办法睡。我都会放着影片然后睡觉哎。我觉得不行，我不行。他自己不是会放那个什么超柔的音乐，然后播着，然后就睡着了。他会放咖啡厅音乐啊，咖啡厅音乐。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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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都放人家讲解凶案的。你会解凶案？为什么？凶案？哇，我觉得你这个有点你看，我上次恶作剧是写对了。感觉啊，好恐怖。就是我喜欢听那种说书的感觉。哦。那可以不叫凶杀案吗？可是大部分都是凶杀案呢。哦，好恐怖哦！啊、你好恐怖、哦！对，我都要，大家好，我是月，我今天我们要讲什么？然后我就睡着了。你直接他开头啊！对，每次只听他开头，然后就睡着了。好猛哦，我无法。我甚至有时候就是你知道东西都关掉，但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就是可能电器会发出的那种滋滋滋的声音、哦，电器的地震、那种我有时候听到我真的是会睡不着，我还是我甚至还会内心烦躁。电磁波吗？还是什么？对，就看如果是不熟悉的环境，有那种声音，我就不太行。哦，就是可能出去住旅馆啊，然后有些他们不是会有那种小冰箱，然后小冰箱那个就有点烦。对，然后因为我自己也是，就像跟团团一样，就是只要那种噪音，我就会睡不着。但是如果当你就是你知道，就是有一些白噪音，会把那种就是那种。就是当你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下，所有的声音就会变很突兀。但是当你有白噪音的时候，全部都会全部盖起来。哦，盖住的感觉，会有一个底噪在底下。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是说那种半夜倒水，然后杯子掉地上那个，空空空空空空，不是空了十分钟吗？那他自己有时候你睡觉的时候，我去倒水什么，声音特别突兀，你会不会被吓醒？是没有，因为白噪音比较大，他都睡声啊。因为我这边开窗户，外面你就知道你知道我平常不是开麦不就常常会骚扰人家车汽车的声音吗？对吧、啊？其实我这边就是都开窗户都开着，其实白噪音就是已经很多了。嗯，那我知道了，最后把那个瓶子压扁的声音。只有你有那个保特瓶，你还硬要在他的那个声那边。最近已经会有一只猫跑到耳朵旁边喵了，现在还会哦。最近比较少，但之前都会。哦，好气人啊！最近就你睡死的时候，然后如果我门开的，你们也开，然后就跑到我床上躺，躺我床。你的床上躺吗？他在找新的那个领地范围啊。新的地方躺一下。爽爽猫、哦、我之前有段时间睡觉是放那种、欸、就是什么连续十个小时下雨声之类的，可是不行，那种很危险的、欸、那个突然会问就是滴滴答答一下的啪你个打脸声，然后就吓死了。我打雷，我连打雷都被雷醒。对，突然被打雷吓醒。这个就跟我之前在讲，就是你听到 ASMR 人家在那边舔那个麦，然后我就在想说、啊、天哪，那个会不会他舔一舔突然有个蟑螂爬到脚上要大叫。好恐怖！不一定要蟑螂啦、啊，打个喷嚏你的耳朵就爆炸了。以前那个最近不是地震吗？对啊，对啊，哦，好恐怖哦！看地震！所有人集体耳朵聋掉。对耶，这就很爆。他室友忘记关麦，有没有开电风那个吹风机发发？哦。直接聋掉，不行。
不行，死去。哎呦，太恐怖了。觉得害怕，太危险，太危险。啊，可是所以你们睡觉会全部关掉、哦？我会关，我会关，我会戴眼罩哎、欸。我会戴眼罩啊，因为有时候早上真的太亮了，会睡不着啊。对，它的窗户是那种完美型窗帘哦，超炸的，就是完全灯光会直接，就外面的太阳光会直接晒进来的那种。那买那窗帘就是很烂，没有，它就是要让生活有仪式感啊，房东的啊，它是要让你窗那个生活有仪式感，你拍照有个窗帘透光进来很漂亮。虽然 I don't care，、oh. 可是它就是我就戴着，我戴着眼罩睡觉。笑哦，而且我最近遮光超那个的，因为芝麻都一直摇头发，所以我是整个人蒙在被子里面睡觉的。哦，感觉好闷哦。哎，没办法，哎、欸，我会弄一个小角角可以透气。他会不会从那小角角钻进来？所以你要把那个洞开好，那个洞不能上面，不然就整只钻进来。他会不会放屁呀、啊？进来放屁，我走了。不会吧？进来放屁。太不是，他整那个口放屁就好了，干嘛进去？对呀、啊，然后屁股还塞住这个洞那样子。对对对对，不行，直接坐在那边，什么邪恶的猫啊！救命！对呀、啊，恐怖！你们世界的猫都好邪恶、哦。没有、啊、你要仪式感，他在帮你弄啊，死亡仪式。我没有仪式感啊，我只为了不要让他再啃我的头发而已，好吗？你就开始啊，密室杀人案了，有吗？四组死了，四组死了，毒气杀人是密室毒气杀人是，对啊，四组死了，房间内只有一只猫，凶手到底是谁？好烦哦、喔！那应该先不先被抓走？对，好烦哦、喔！哎，然后看到还是先撸个几下吗？那你怎么这么热？后面还没叫的时候，有时候直接把你是可爱的小猫猫，你把它拖到棉被里面，然后盖起来，不准走，你要喵来，陪我一起睡。不行耶、欸哦，我跟你讲，那是透明好啊，你如果抓芝麻来，你抓看看，你这是跟我一样，全身上下都是伤，一直咬你，他就咬爆跟抓爆啊，他才不在乎嘞。小猫就会比较残暴一点，他还不懂得控制，对啊。咬回去，没有，他觉得你任何动作都在跟他玩，他可开心了，没有错了，任何反应都是好的反应，没错，他好棒哦，他跟我玩开心，他是不是很爱我？难怪有人会说，如果就是你可能之前没有养过猫的经验，尽量不要养小猫。对啊，因为我很容易没耐心，状况很多。对啊，小猫太疯狂了。那请问要怎样累积养猫经验呢？你自己开始就先养大猫吗？成猫比较好，性格比较稳定。嗯嗯，有听到要领养的人？对啊，你可以去领养，而且特别是如果你有害怕它结扎过后不会又性情大变化，你可以直接领养结扎好的，就是它的个性就定了。对 对， 對，它的个性就不会有太大的那个改变，还可以享受摸摸猫，然后还有呼噜呼噜，对 对， 對。嗯，小猫可能养到傲娇猫啊。啊，没有，你去看的时候，你就可以先看看呢、啊。对啊，你养小猫就是赌死啊。对啊，你要挑战难度这么高，你就是去搜索，然后直接挑一只完全不靠近人的，搞死。那我也是没办法，好不好？你都先去看了，挑了一个难度最高的那一个。搞不好他在搜索一直靠近人，然后一回家就瞬间不理你啊。啊，不太会吧？他如果在搜索都愿意可以接近你了，只有电影里面才会出现吧？他很会演。哇塞，太会演了吧！戏精，戏精，猫不都戏精吗？对啊，他就是做了一些坏事，然后就是突然就是看撇头，什么事都没做，没有啊，我什么都没看到。没有啊，我是跑一跑要冲刺，要那个抓抓逗猫棒，然后结果自己失败，然后装没事跑走。没有，我刚有在玩吗？没有吧？没有吧？你看错了吧？不是我吧，搞错了，搞错了。每次都嘲笑他，超好笑的。嗯，一只僵尸多少钱？二十吗？二十 D 吧。二十 D 啊，二十 D 哦，来算一下。你要干嘛？怎么了？你要干嘛？我在想，如果打，这应该是不可能的啦，192倍应该是不可能。192倍，血量吗？
对啊，全部放血量，没有两张血量就可以到192倍了。对啊，好多啊、哦！你打、啊，那你就不要放时间啊，3840哎，如果你对啊，我一刀平均可以砍大概6.5只僵尸。6.5只，所以你120是不是？对。可是你一直要砍32血、欸，好嗨哦、喔，累啊、喔，感觉可以耶、欸，32血好像还好哎、欸。我帮你把烽火台关掉。不要扣时间的话，慢慢砍。对，十分钟慢慢砍。可是应该砍到怀疑人生吗？砍这次到底是打完了没啊？而且你要想，有一只是 BOSS 哎、欸，有血特别多、欸。BOSS 有更多血。对、哦，对耶。那只 boss 大概是比其他僵尸的五倍血量吧，好像是。哇、wow, ！那你他光他就砍150下哎、欸。我是，你是在做撒尿牛丸吗？撒尿牛丸。哦。嘎烂呢？时间哦，等一下。G， 哎，你好。那个钻石的数量，它数字没有改。但是你拿到会两倍，对，对，会两倍，但是对，有想说那个没有改，看要不要修正，哈，啊、他有空再改，我们自己知道就好了，对他有空再改，我们自己知道就好了，没有，最近有点忙，我们刷宝，最近没有空，没有，主要是因为如果到时候这个释放出去之后，因为那一条只要把它改掉就好了，就、哦、就不用特别去显示这样子，对，哦，了解，看台的知道就好。没绝对不是我懒得改了，真的啦。哦，也是啊，也是啊，我相信怎么可能啊？就会因为这样就懒得改。我相信他绝对不会是这样子的人的。他怎么会是这种的？对啊，他就不会是因为新的赛季开始，所以要这样子。对啊，绝对不是他没有空用。嗯，对啊，绝对不是。嗯，对，对，这个宠物。哎呦，突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来啦，挑战极限啊，144倍。哦吼，加油！装备出问题就拿经验键。哦 shit！ 怎么了？挖洞挖到岩浆，然后完蛋了。啊？怎么了？你回 TP 回来啊？不是，挖到岩浆嘛，然后正常来说，你可以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拿石头堵起来嘛。你 Q 出去了，我自己堵起来了，我拿到最符合高杯。哦，那把附近全部弄完再做了。你要不要拿一桶水先把附近浇一浇啊？对啊，你需不需要水支援呢、啊？你需不需要个很快速的稿子来帮忙啊？我可能会不小心挖掉介符合哦。我没有紧急救紧急救难服务。救我！有没有可以救我？你要什么？哎呦，他在前面那个里面，然后不要挖太快啊！不要挖太快啊！你里面有什么？这里面对里面，我刚刚点太快，他填到里面去了。等一下，等一下，先看它的上面在哪里，先看它的上层在哪里。哦，在，没有很深，没有很深，没有很深。哦，上面看刚好有水，太棒了。水辣，水辣，水辣。等一下，这里是哪里啊？我回去整理。可以帮我插一根火把吗？看不是很清楚。我血 hold 不住、欸，都是在这里呀、啊。死了吗？哦，白痴哦！对，还没。等一下，这是小蜜蜂，我史莱姆的那个啦。哦，这是你史莱姆的那个、哦。对啦，你再过去就是小雨家了。好了，安全了，还是安全了，可以挖起来了。你再挖过去就是小雨家喽。这里是那个啦，旁边的油。哎，还吸不起来。哎呦呀！所以底下还有矿啊？我以为底下已经没矿。不是，我不是在挖矿，我是在挖到中间路。哦。哦。对。哎。哦，这里是刚好那个、哦。对啊。难怪这里刚好有水。哎呀，那道士帮我补回去啊！我一下哦。那些什么什么香不放到我存钱桶钻石里面三组。哎、欸，你最近是不是很常掉钱包啊？我有特别掉钱包，真假的？没有啦，就是你把你的戒符盒啊，你看像上一次也是啊。而且我想问一下，红色场地会布满整个场地吗？等一下，不是，告示牌嘞。
他晋升我们高四排，我看他没有消失哎、欸，对，他不消失啊，他正常。我刚说在我这高四排上是啊，有人要满脚都是那个了你。对啊，控满脚都是红的了。你要控制他的位置哦。拜拜，再见喽。虽然我有点忘记红色踩到会怎样，但拜拜。扣血啊，那是扣血 啊， 啊，一直扣血，一直扣烂啊。是啊，你就扣吧。他是无视防御的扣血。哦，那好像蛮痛的哦。修装好了。哦，那你少一桶水。往中介的路是不是还很远啊？正在铺快速道路了。哦，所以现在是走了过去的。还没挖通。哦，对，我要继续挖冰砖了。东西，你要正常的挖冰砖是不是？对，上一次的冰砖一直跑到大家身上。啊，我起码我上次算一下，大概我丢了快要十组哎，感觉。我砍死两只，我砍死两只，我都有再把它丢回去。只是不知道有没有回到他身上，有一些有回来啦，有一些有。好，一定都是熊猫团团把他丢到垃圾桶。我都把他丢掉，因为我就很忙，我就很忙，丢出来了，我身上很多东西。我都是直接把他丢出来，我直接把他丢到岩浆。哦不，这样子我要再去挖，哦不。你看，可怜的鱼，你要再去挖一堆冰砖。没事啦，你有效率，你有极其棒哎。你效率12，没事啦。哈啦！怎么不要说哈啦啦，这怪物都卡住了。啊、快打完了，没得哈了。没有，还有17只，哈哈。哎呦，但最大只那只还有8000血啊！哇，没笑死。你还有多久时间啊？200秒。8000血，200秒，好像有点微。嗯，微妙，微妙。不对呢，不对呢，这里怎么有鸡眼？不对呢。哦，因为我们家下面吧，你挖很也没有敌人啊，不是旧的啊，这一块我们这一区不是旧的吗？这一区是旧地形，可是我记得我有改掉里面底下应该是没有敌人的、啊。嗯，哦，可以哦，嗯、对，我看，那我就不记得了。等一下可以帮我睡觉一下，拜托了。来，你只能在晚上或是暴风雨中入睡。我们现在没办法。对，现在没有办法。你再等等，你再等等。好，我再忍一下。我再忍一下。谢谢啊。可是蜘蛛开始动了，就算变白天也是会继续追啊。他不会啊，不会。晒到太阳，你不要打到他就不会了。没有碰到他。你要离远一点的、啊，让他那个仇恨不见了就不会追了。哦，不行啊，这地板太疯了，这地板。我要看了，我去看一下，我去看一下。太疯狂，我也想去看一下、啊。我也想看你，我那个杀回卡了。哇，原来是说这个、哦、你太疯了，你还让它变成别的哦。哈啦，啊，这样我要哈嘞。你很贪心哎、欸啊。快哈啦！哦，好，我快哈。啊！你快哈！阿力在底下，我们对货啊！出来呀！啾！我怎么觉得很不妙啊？你的装备耐久还行吗？都一半而已。他不是有经验修补剑吗？把那个啾啾剑，这个好刺激啊、哦！我看到了。啊！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啊，嗯，我最近有一点好像研究出来如何做美。做什么？就是好梦，就是自己觉得很好不想醒来的梦。哦，就是通常我们人不是有时候就是睡会睡醒来，哦、然后就是、不会醒来，太恐怖了吧？对啦，对啦，我的意思就是睡醒来之后呢就不会再睡了嘛，对不对？那如果你这个时候逼自己再睡一下，投降，那就赖床啊。对对对，但是你是要真的睡着那种，就会很有比较有高几率会做到就是。会让你不想醒来，哎呦！这是我发现，这就是只是不想面对现实，对不对？那是逃避现实的美梦吗？对呀、啊。然后呢，通常这种类型的梦呢，都很快就醒来了，就很爽。哎呦，读一个投降太难了，血量太多了，是不行。对。
那一次我刚刚打一打还有五千。哎呀，哎不对，我要去换装备，我先打。你要换装备，那我可以先进去拿券就好吗？先去啊，先去啊，我拿车来。券拿券，只想拿券。我是木鱼，打好多。喂，哦，算。快点！现在速度冲太快了，我家的那个下楼楼梯我都进不去。那我觉得你要，你可能要修一下了。对呀、啊，改造一下。你家只能放那个灵魂沙了，有没有？打 boss 哦，有人在打 boss 哦。我猜他这一位，我也猜是他。你怎么会觉得是我嘞？你怎么会觉得是我嘞？那这个应该是他的。是喽，是喽。影月是影月。来要记得讲哦，不然会被砍死哦，很可怕哦，很危险哦。你跳下来。哦，我被打下来了，居然不是哈记啊？怎么会是我嘞？我这人不是你嘞，就不会打怪了。嗯，哦，所以不会打。那你现在沉迷那款游戏是怎么回事呢？欸、是什么游戏啊？你在里面做什么呢？什么游戏？孤蛋吧？什么游戏啊？没有，那款也不是我在打怪啊，那款是我召唤出来的东西在打怪。哦、oh. ，其实是在里面走路而已嘛，我知道。对啊，我在散步而已。哦，走路模拟器，走路模拟器。对啊。这里会有奇怪的鸡眼柱啊，这眼柱吗？眼柱？眼柱吗？哈哈，它不是火系，它土系的。啊，土柱吗？土柱。Oh, 我觉得有鬼，太怕了，捂住。原本就六，看一下，300吧。哦，终于砍完了。噼里啪啦碰团团，啊？没有，我想要回来回血。哦我被大打出手。要砍回去吗？哭了。大打出手。谁打你、啊？直接被我砍了两刀。对啊，你看我还可以扛两刀、欸，不错了，不错了，还蛮强的、欸。对，你的装备真的很强哎、欸。可以扛两下，很猛，有事有事。嗯，可以扛前面几个人，可以扛点几下都很强。啊漏水了！哇，哎、欸，我墨鱼砍不完呢、欸。墨鱼砍不完，为什么？我刚刚从我们的河口嘛，然后砍到那个东、那个端午赛季那个好像团团那个赛道那边，我再砍回来，然后又升新的了是不是。对，我身上已经有五组墨囊了，好多、哦、太多了。你收集这么多墨囊，你要做什么、啊？不是，我只是想砍，它会掉装备啊。哦、拼拼拼。好难得钓鱼池没人啊！渔夫去捕鱼了，等一下就渔夫去捕鱿鱼了。好好好。对耶，如果设计钓鱼需要鱼饵，会不会比较有趣？好玩哎，好累哦，好麻烦哦。你说像宠物饲料放在身上吗？对呀、啊。那会增加那个吗？掉宝几率吗？哎哎，就不一样的鱼饵啊，可以试看看，好麻烦算了。完了，这个提案提出的不是时候。对，不是，现在无法执行。可恶，不是时候啊。反正你刚刚钓鱼太麻烦了。反正你刚刚丢一大堆墨鱼给我吗？我没有丢墨鱼给你，我说丢，我丢墨囊给你。对啊，你丢一堆墨囊给我、啊。你送多墨鱼、欸？墨鱼，好想吃，在里面吃墨鱼饺，好爽啊！感觉好吃哦。那如果你要出鱼饵这个、啊，那可不可以出另一个，继续跟另一个功能一起推？就是我们可以在河边放鱼网。一批团团，你说鱼龙哦？哎呀，鱼龙啊！定时来收，是不是？对，那是哪一款来着？金鹿骨吗？新路对，那这样子的话，我就会把护城河全部放一片，然后我就不要钓鱼。太丑了，不行不行，有碍观瞻。我会美化它，没事。
哇，凋零花在哪里啊？嗯，在中介啊。中介。你说上次拿的吗？对，我想抖一下。那你来我家。好，我去你家抖。去抖，听起来好像奇怪。去你家讲什么？你去人家家抖什么？怪怪的。抖抖经验。抖经验。来我家抖内吗？听起来也是蛮微妙的。咦？店长没用了。对啊，店长。怎么了？原地传价。嗯。来哟，快开通了哦。哎呦，哎呦，开通了，我还在想办法收集更多冰砖哦。更多的冰砖。猜错。什么？为什么小雨回来瞬间身上多一堆剑士？因为我刚刚在上面打那个。哦，没错。因为他刚刚在你旁边丢电视啊，我没有。什么？是不是？抓到？裂掉？他是把电视戳在他身上吗？我突然看到繁星家的那个圣诞节摆设，我们是没有什么万圣节摆设啊，没有啊。哎呀、嗯啊，今天临时活动，大家来摆一下自己的。太临时了，太临时了吧？太临时了。不行啊！校长是不是想到什么就想啊，来个这活动？哎、欸，对，可以的，不用自己做的活动，那可不可以来一个那个啊，送钻石活动？送钻石活动啊？那如果我们那个圣诞节会有那个吗？就是圣诞老公公送我们钻石吗？对啊，挂个袜子之类的。哦，挂袜子没问题啊。越大，他就可以塞越多钻石砖。你好担心哦，那个超大的，对对对，从那个 Y 轴一的地方盖到二五，然后发现里面被塞的不是钻石，是黑曜石，不是，他只放一格钻石，叫你自己去里面找，一格在其中里面是不是？你去找，哎呦，你可以去玩一个恶搞圣诞那个圣诞老公恶搞大家，他不小心把钻石遗漏在这个世间的四处。请你帮助圣诞老公公把钻石钻挖回来。哦，啊，我不会，可是听起来不错啦。可是感觉这活动完，地图档会变超大，大家会乱跑。对，没有，你就设定几格以内啊。哦，哦，好像不错啊。然后收集最多钻石砖的人就可以给多少东西，这样。钻石砖的人，然后再给一颗钻石吗？对啊，对啊，对啊，因为那是圣诞老公公的钻石砖啊。好，那可以跟圣诞老公公领，就是什么，他就是遗失物品的收集之类的。哎、欸，我要三层哦，嗯，九颗我可以拿三颗哦。啊，不，我不还你哦。你很诚实哦。哎呀，哦。好像可以哦，哎呦，有 idea 了，有 idea。刚才这个是快两个月后的事，对，两个月后的事了，很久很久，可以啊，可以改个模式啊。今天是万圣节啊，哦，万圣节找南瓜啊，哦、找南瓜哦，啊、南瓜、哦、对对对，然后去音乐家找了，直接去那个田里面挖，还是要找蝙蝠啊，对不对？万圣节又是可怜的蝙蝠，对啊，什么都拿他下手。对啊，什么都打他，可怜，好惨，好惨。打黑色的、啊、蝙蝠、安德蜘蛛，还有什么？墨鱼、女巫。哦，女巫就是稀有怪啊，是不是？女巫必掉，有没有？那我们这地下，他就会厮杀的很激烈。嗯，那是我们的女巫。我的，我的，到底怎么了？抢女巫的现况。那你演练一下，先帮你们预演一下。活动只要失心疯，放开那个女人，大声就能搞定。
还是有办法，就是比如说怪物吃到某个药水效果的话，它会变成什么之类的。哦，你说像我们之前玩那个奖励争夺战之类的那种吗？对啊，丢个东西给他，让他强化之类的。对啊，有办法类似这样子，就可能改成是丢一些大麻投资药水，不是？不要不要不要，有点违投资药水啊，有办法。要想到的是可不可以刷？没有啦，我意思是说，就是可能就是可以变成就是特殊药水，就是万圣节就变成是顺便考大家酿药水。就对啊，那酿药水就是你砸怪物之后，可能就会招出什么怪物，啊，你把它杀了之后，可能会有什么之类的。可以是应该，对啊，不过感觉不过不是现在蛮庞大的，不过这感觉会很麻烦，就是，对啊 ，Not now， 嗯，不过不是现在，要等我刷到差不多后期的时候再说。第二件事情，现在没办法。那前期而已，等我一下。现在赛季刚开始，现在还早，现在还早。等一下，等一下，再等等，再等等。有，哎呦，怎么了？哎呦，哎呦，怎么了？哎呦，高虫高石。哇哇，可以边玩这个边那个，也太厉害了吧！哎呦，哎呦，那很有可能哦。那是不是要开一个异世界大门了？哎呦，你在对我蹲蹲吗？没有啊。你刚打的魔哦？啊？我说今天没有特殊任务哦。哦，今天没有，今天没有，不用蹲蹲，我要去盯他盯五分钟。不要了，不要再盯的啦！哎呦，我要瞬移了哦！要跑了，要跑了！我要丢斧头了、哦，又要飞走了。对啊，又要乱飞。对呀、啊，麻烦你，我上次追很远。其实上次也送了蛮多东西出去的。嗯，我也是、欸。可是我送一双回来，觉得很算的，我还是再把它分钟爱心封送出去好了。我觉得好玩就好了。对呀、啊，送爱心。大家有在忙吗？哎、欸，干嘛？都没有啊。哎、欸，万圣节正式活动了啊、哦！啊，哎，在我们原点是零零，然后附近300格内会出现南瓜人、南瓜盔甲座，啊，直接打掉就有一个钻石砖。啊，这么好！南瓜人哦，哦那是地表吗？还是弟弟也会？哦、我看到好多，哦有哎、欸，多吗？很多是不是？啊，这边怎么？哎、欸，这边就一个哎、欸，很近很近，刚四散出来的，给你给你给你，哎，没有，这边还有，这边还有，啊，总共有128个啊、哦，他这个多、哦，这个要怎么大广场就一堆啊？对啊，旁边大广场超多的，我来了，他血多少？啊，三下普攻吗？怎么你三下？你的三下跟我不一样啊！你给我脱装打，我地区三下而已啦。那盔甲架，盔甲架，盔甲架。可是盔甲架我打不掉。哦，连点呐！音乐你人真好，音乐。哦。钻石砖不捡，我捡了，谢谢。我身上都是冰砖。哈哈哈！谢谢音乐，谢谢音乐。有吗？拿剑会往后退，是不是？哦。对啊，拿剑会往后飞。你们是九级退的关系啦，我这没级退不会。我没有啊。我也没有啊。不对，他不会往后啊，奇怪了。会啊，会啊。你拿稿子敲啦，稿子就不会飞。哦，好赚哦，好赚啊，烂赚烂。那种不空拳打。近期内应该没有什么赚钻石的活动了。趁今天赶快拿一拿啊，各位。一只，有一个钻石酸的。盔甲座位置也太刚好了，就在酱油家的油箱前面。好啦，啊，好好笑哦，太刚好了，刚好站在那边。对啊，那、啊、我家屋顶有没有？我家屋顶有哎、欸，好爽哦。那留着吧，你家门前也有，我帮拿。这是你的守护神。我家后面有山坡，没错，后面有酱油，后面有巫婆。五虎，你说他是酱油吗？哦，你说谁？我没有说谁，好坏哦。
你说几只？128不是吗？128。好。很多耶。小河里有僵尸。僵尸取笑我。我笑僵尸，僵尸笑我。是的，在哈喽。哇，你讲什么？好厉害呀！要不知道怎么吃，我就怎么解了。我要去看我们的跑酷上面会不会有，有机会耶。那你要用跑的、哦，他可以飞啊，可以飞耶。无非的。哦，我们家旁边的山上也有啊，很多啊，我们家很多平地，所以其实差不多。哦，这个树林是哦哦哦哦，大宝地耶，后面的树林满满的都是哦，我已经敲了12棵了，好多啊，算了。哦，树上好多哦。超多的，这树林真的是大宝地耶！哇哇哇哇！哎呀，跟隔壁生存也可以这样子吗？隔壁生存吗？隔壁的生存，随手打可以6V包括那个百变怪。不是，你可以出一个随机箱吗？就是它有什么，就是抽球的，抽球的是我抽宝可梦的啊，我已经有用好了。哦、oh, ，我不是想要抽球哎、欸，可以 抽到大师球之类的。哦，对啊，就是低几率可以抽到那个大师球。应该是可以啦，都转蛋系统都能做了。对呀、啊，欠约一颗大师球，我欠三颗，不是约，那欠个可多了，我欠很多、哦，我欠 GM 一只鲤鱼王。哎、欸，我在我这，在我这，在我这，今天有三只了。对对对满星那边，今天有三只了，等一下给你。哎、欸，为什么地上会奇异的发光、欸？哎，但是找不到任何光点、欸，就跟海里面现在会怪怪的光一样。哦、那个是当初转地图的时候的 bug。哦，哦你说动物、啊、动物发光是不是？不是，它不是动物发光，是它是一个就是灯的那个方块在那边。哦，你把它覆盖掉就好了。哦、好，好神秘啊。哦，我居然会肚子饿！我拿了15个。哦，不对，我身上不是按知识套装吗？对啊，对啊，我怎么需要吃东西？我觉得最过分的是居然跟我拿了9颗说不还的那一种，我就哦，哇，好狠哦！好啦，至少有告知，狠人狠人，至少有告知，不过还是在掉眼泪呢。哎、欸，等一下，这个山羊会不会撞他？不要、哦，你住手、哦。你说撞那个是吗？对，你出手、哦。看到了，我看到了。你出手、哦。我的。啊！耶、yeah! yeah! ！抢钻石，抢了，抢了，抢了。两个剧院的战争。两个剧院的战争。剧院 VS 剧院。对。我在那个伺服器比较大哦。是你失败了。为什么我打不掉的南瓜？你要连挥吧，就跟我刚刚一样。我们打了快30秒了，我伤害有这么不痛吗？你可能要换装备了，推不动了。我看看，我帮你打，哦，可以哦。我看看，可以，我看看。什么？你了解不起。太无情了。要连点呐、啊，连点。连挥，连挥，要一点八。我连挥对地方吧。我就连挥就掉了，然后、啊、我都是挥他脚下那个板板耶，那个。对啊，我也是。打18颗啊，就这一颗打不掉。啊！你就找去找下一个体验到呢，我们少一个竞争对手了，加油！太好了，大家快点找起来！快，再找，快！要找几颗钻石啊？忘记了，一颗、反正场上128啦，就看大家怎么分了吧。我已经打了30个了，我打29个。哎、欸，请问天堂有这该如何是好呢？天堂，你从上面飞进去啊，就不会是那个了。我们上面是开的，不是吗？我记得从上面飞进去就不是。我来了，有人说了，就一颗而已啦，你们去吧。他就一颗，娘娘，太无情了，吸了就跑，哇，好无情哦，吸了就跑，吸奶，吸奶，哦，好希望变晚上哦，怎么那么早啊？啊，对，它会发光。白天变难走。对啊，有南瓜灯。对，那柜姐上的南瓜灯不知道会不会亮。
不知道哎、欸。嘟嘟、哎，哇！我飞行十等。哎呦哎呦！哎呦！摔下来了。是只剩一半了。摔下来了。摔死！我怀疑我好像召唤到不是128是256，我觉得看起来不像128、哦、感觉它的数量有点多哎、欸。我这里三，最近都是几率啊。你三组了，39啊，太多了吧？34哎、欸，我27耶、欸，我44哎、欸。哦，那就那应该是256了。为什么你们那么多啊？几率压迫啊？我先查一下，统计一下，要统计一下啊。我刚刚把它分解掉了。哦、那你再把它煮回去。你不知道要煮几个回去。嗯、你说几格内啊？300格内。啊，会不会地下看不太到了、欸？地下也有。等晚上咯，应该是不会在地下。No。从天上掉下来的吧？对。哦，水里面也有哎、欸。有有有，它掉在水里。我失去方向，我飞到哪里去？我是谁？我在哪里？你人生失去方向了吗？20个啊、哦！哎，哎呦咪！团体，我看到一个在水里的。那、欸，你、欸，他、啊、怎么在水里的撬不掉？嗯，我来，我试试看。我帮你，你试。为什么不行啊？谢谢、啊、你拿欠你的一颗，欠你的一颗大师球欠你的一颗、嗯、这个是给糖，所以我们不捣蛋，吃糖糖，吃糖糖，好甜甜，我等一下全部都滑光光啊，滑光光滑光光啊，红景差不多了，糖剩下一点点、嗯，要等晚上了，像零星的一点点而已。对、嗯、我们家房子上，搞不好有人漏井。房子哦，房子，嗯，打到外面森林找，搞不好其实房子这边就好几个。哦，房子我刚刚晃过了。哦，可恶！我知道你的房子上有一个，杰克房子上也有一个。嗯，啊，你今天还我、啊？没有，没有还你。喵喵喵。Yeah. 那是我家财产呢、欸，它掉在我家楼上，那就是我的东西了。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有写名字吗？好爽啊！阿纪，照你这样说，你在我家楼上，那你的家就是我的家。哎，对耶！你在我家楼上啊，那就是我的啦。我居然好像很会哦，好像很合理哦，合理吗？合理吧？不合理。我箱子里东西可以随便拿吗？可以吧？你家的可以啦，但我家的不行。你家的可以废话。你家的可以。比高高在上面看。啊，我以为我家楼下那是工厂哎、欸。工厂哇，好无情哦！居然都这样讲了，工会仓库啊，不是吗？那我就随便拿楼上的东西咯、哦、那都是吧，可以，不太一样，不太一样，一样啊！哎呦，这怎么漏掉一只？哎呀，好像没看到的呢。啊，漏掉两只哎！哎呦，哇，你怎么那边还有两只？你好会找。好像没了呢。差不多了，你可以用指令看吗？我指令应该就直接把它删掉了，删掉了哦。那就说还那个还剩下多少没找到，就删掉这样。已移除多少这样。对啊，那我要删了啊，删要找吗？那么多了。啊，刚那个叫什么？南瓜人。Q O。哎。哦，刚刚没显示删掉几个哇！我刚忘了打开那个显示删掉几个哇！那一定是100多个，嗯，太难过了。这边显示17个，十七个啊！哇，那我们找的很干净哎。哦，对啊，找的差不多，好爽，30个，好爽。39，30，16，我只有20，不是20。
因为你来统计一下总共几个好了。我这边是啊，我告诉我几个，我忘了，应该是24啊。你36吗？你刚说36哎、欸，最好是30吧，好像。不是，我把它塞进箱子里面，我都不知道。我最近也是一个很失智的状态、啊。我想说，大家泡完了，那我把塞进箱子，我的记忆就 reset 了。我最近真的是六记忆全部都会被 reset 掉、欸。有一，对啊，一瞬间我就失忆了，我真的不记得了。203，哎、欸，那差不多256，差不多，差不多七，多一，多一，多一个。没有、欸、不对耶、欸、256也不对、啊、小雨重点是小雨那边小雨刚刚的数字应该有误真的吗我应该是对什么哎呀说你啊我不知道啦我看一下嘛为什么这里41个钻钻他有46个盔甲座嗯、啊、你说谁我这里是不是有人打拿钻走然后那个盔甲架被我吸到我30啊我30啊我好像我刚刚是拿砖走欸我没有吸盔甲座我刚刚就是你哇你好坏你好坏喔、欸、就是你我只吸钻石砖太狠了就是你有啦我是30的我刚拉回去看了、哦、为什么他记得小机场不会射鸡蛋因为没有打开，红石都被冲掉了、啊，被冲掉了。红石当时那时候搬过来的时候就不见了。哦，搬家的时候就不见了。要重做一下，重修。你就红石放几个线上去就好了。啊，来来考验团团，这要怎么做？啊、我做好了，你要不要来看？你要手动慢慢按啊。你是按钮、喔。对。不是拉杆。太无情了那你以后都要站在那里哦。我们说我们要烤鸡肉，然后你就要走过来帮我们拉。对，你要那个礼仪小姐要过来帮我们服务。好麻烦哦，我那可以拍个最新的啊，1.17.1最新红石连闪，最新三秒就完成。手工小鸡烤鸡场，比如说3秒就完成红石连闪，然后把团团 TP 过来完成。被骗哎！我觉得你们现在可以来拍一下，等一下拍一拍可以剪秀的。对啊，太刺激了，拍了啦，有料哎、欸，有料。对啊，好笑。你看硬硬14，根本无关，你吗？完全没关。我说有14吗？那你，来去挖玉髓好了。你说赚那个哦？不是，我想，因为我有一把剑，想要升玉髓剑。哦。你没玉髓啊？哦，没有玉髓。你要出多少？你有吗？谁又咬我？我应该是有吧，因为我都没有升啊。你砍我！我在打河豚。不是，我是他。等一下哦。我预设放哪里？按钮怎么会打人？对啊，按钮打人啊！自己是那个小按钮咬人啊！要被打爆，按钮生机器了。我的小同人，哎、欸，我很讶异，我以为小同人会投票会被投一点。小同人，就是那个、啊、最新生物，三个更新的生物啊。哦哦，可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跟那个啊，就已经有铁巨人的关系？可是小虫人是帮忙用，是帮忙用那个的啊。他不是真的不是会按按钮吗？对啊，他是按按钮、啊，就是帮忙弄红石的东西。我想说，那么多喜欢玩红石的人，搞不好玉髓，我玉髓放哪？现在大家喜欢帮忙捡东西的小精灵，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冒险成分呐、啊。哎，因为红石要动脑吧。对、啊欸，可是我那时候想到他的第一个想法，我是想说一定会有超白目的人，然后就是在人家门口，然后放按钮或者门，然后让他一直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这应该就是我们人不会做的事情吧？对啊，白目啊，可能就是我对他的唯一应用，可能也就是这样，去烦别人。哎、欸，我只有遗骸没有玉髓锭。遗骸差几个啊？四个、哦，4个加4个金，4个加金。我怎么记得上次
有送玉水锭，谁谁谁的任务会有没有送玉水锭？我记得有啊，我记得之前我是我妈还是谁？对啊，我记得有送过一次啊。没有啊，我其实在某个神秘的乡下，正在找。哦，原来这边有附魔术专用的。其实这一次的更新我没有 follow 很多，他这一次这个投出来的生物会跟上一次就是说弟弟更新那个同时一起吗？还是那又是分开的？分开的，又是分开吧？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确定欸。如果说是分开的话，那他就等于是这一次在投下次的生物了。嗯，也是很有可能的。那这样他们的版本更新会不会搞到最后就是？可能明年投票是要投下次吧。累积太多了，对啊，累积太多了，你知道吗？一直累积，对啊，更新速度没有跟上那个发布速度，我也不知道哎、欸。一直发新消息，然后一直没跟上。对啊，哦，不过也是啦，如果他们先决定好之后，再去决定要不要写这个程式码上去啊，哦，再去研发，嗯，他们这次投的是 1.19 的。所以是下次更新，对，好。那下次更新会有青蛙哎、欸，对啊，就好可爱，会吃萤火虫哎、欸，这样会很吵。吃萤火虫？有萤火虫啊，萤火虫。嗯，沼泽他们这次是沼泽更新，沼泽更新。对，然后会有萤火虫，就看到青蛙那边吃、嗯，很可爱。想到是会不会以后他们这是一个大改版哎、欸，所以不知道野外到时候会这样子、啊。那会不会以后有人在家里门前种弄一堆青蛙，然后在那边呱呱呱？有可能。呱呱呱。欸、其实我一直在想啊，就是麦块不是还有麦块地下层吗？我所不把地下层的东西拉一些过来，嗯、因为它要留到后面啊，对吧、啊？东西不一样。小说它里面有些生物就真的是看起来很帅、欸。我跟你说，它一定是要留在后面，叫他们之后如果真的想不到更新什么，就更新怪物就好。没有啊，或者是他们会把它更新到那个、啊、DLC 啊，演员版上面。要我们去玩机岩版，然后还要花钱的，哦，好赚烂，很有可能吧？为什么不全出？每个都很有特色啊，因为这样他们就不能，他们就可以不用再，他就不能脱稿了，他就会一直要想新的东西。对，欸、他甚至想不到就可以推那个原本的。有啦，如果是有才有，应该是觉得他们的工程部门人是分开来的。应该是，嗯，感觉就开发是不一样的那个、啊，对、嗯。他们说 1.19 就是青蛙啦，所以青蛙还比较久。哦，嗯，然后声音红石也变成 1.19 的。那个底下那个什么什么怪物那个也是啊，那个是洞穴了吧？那应该是1.18吧？得18的。我还以为那时候。更新会一次，这次的洞穴连那个顺便更新。对呀、啊，因为他那个时候跟发布消息的时候是差不多时间发布了，你知道吗？结果没有。你知道，他就让我想到有些手游，明明就是同个主题，硬要分上跟下。开两个卡池啊！对啊，然后又开两次卡池啊！我赚烂了。你想想看，他有些 IP 很贵啊，他合作 IP 他要赚啊。对呀、啊，骗、oh. 大家多弄几次啊，好像很会哦、喔，不然他合作 IP 他怎么把钱收回来？啊、收不回来啊！能 A 就 A 啊！哦，他们说 1.19 会升加地层，哦、oh. ，太棒！哇，终于哦！麻烦是随机地层可以吗？应该不会吧？我觉得随机地层应该有点难吧？嗯。但是很棒，我放了什么都不知道、欸。加进来，对啊，基本上是加模组啊、嗯。现在很多都是，拜托人家提供了免费的创意，当然他就是优化一下拿进来、啊，而且现在又那么喜欢，对不对？观众接受度那么高，当然先拿来用。哪一天可是这样，其实可是我觉得也是蛮合理的。对啦，因为你本来就是这个游戏的衍生作品，那就你用别人的东西来做二次创作，那。官方买收回去，感觉好像也是蛮正常的。对啊，可以，的确。啊，刚刚哈基说你是说一代能敌两代傻的那个吗？丁克拉吗？丁克拉，我说丁克拉，丁克拉，我刚刚丁克拉知道吗？丁克拉，我想说，我为什么要加丁克拉？加丁克拉，一代能敌两代傻，
迷音应该很少人知道了吧？金克拉很久了，真的不久了。你不知道吗？啊、你不知道金克拉？不知道。金克拉就是一个农药啊。一代的第一两代啥？听过，但是从来没有追过的东西。嗯，什么意思？你可以是一个，对对，你可以晚点去找影片，你晚点去，是有点难解释。嗯，就是一个农药广告吧。对对 对, 對，肥料的广告、啊，肥料，农药讲错了，肥料，肥料。我想说农药，还鼓励他说吃金克拉，天哪，太危险了！我刚刚是皱着眉头在打副本，想说我也记错了吗？你刚刚笑声超像迷音的、欸。那一个谜那个笑到岔气那个谜那个牙齿不剩一两根那个哦那个梗图的脸哦哎他们说那个原本 1.18 的那个就是声音敏感的那个守卫者他变成、啊、对那个狱主、嗯、他变成 1.19 的那个大型地牢里面的鬼哦是哦他不会在洞窟随时出现了、哦、他变成地底有一个城、就是、嗯然后去打完然后会有一个特别的生态域啊，没办法，随机遇到我觉得好无趣。他把它做成类似 boss 的感觉吧？对，对，好像是。因为我觉得随机遇到那个才会造成真正洞窟的惊吓感。对啊，那这样 1.18 就感觉又还好了。就是想看的东西都到19去了，就18就真的只有弟弟的那个洞穴改的话，我就觉得。所以照这个更新趋势哈，我真的觉得非常有可能明年的这个时间，我们就在讨论下个版本了。我再继续拖，没错，就拖。不用转弯啊？为什么用转弯？对啦，我不转弯。可是再怎么样，我觉得都比那个时候麦块1.8到1.9的时候还要好。哦，那时候真的超久。1.8到1.9真的很久哎、欸。嗯，最久的那个时候大概等了快三年了吧。那时候不是也是吵说 Windows 被收购还是什么的时候吗？是被微软收购啊。对啊，那时候卷被 Microsoft 的收购。啊，那时候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对啊，他们就是光吵、嗯、光搞那个就搞很多，花很多吵不完。那、啊、所以那个黄色牛牛不会有了。黄牛牛？对啊，不是有一个花花的牛牛？对啊，花花的牛，黄色的牛。蘑菇牛不是背上是蘑菇吗？然后长花吗？对，那个黄那个黄色牛是背上有花。那个二子里面有啊，就是手机游戏的那一个里面。哦、黄色牛牛、嗯。对啊，就背后有花的。啊、花的牛那个就是那个棕色牛牛嘞。哦，不是不是不是，那个是棕色蘑菇。那时候本来是要跟荧光墨鱼一起进来的东西。对，那花后来就没了。哦、啊，花牛牛拿碗对它右键是可以拿到花蜜，是不是？好像不是火，好像没有吧？就是你剪它，它会变成那个一般的，会变成一般的剪花下来这样子。不是它很好看啊？哦，对，它叫魔花吧？好像是魔花兜，魔花兜，就跟那个蘑菇牛叫蘑菇一样、啊，蘑菇，它叫蘑菇啊。人家是魔花多呢，魔花，魔花多，真是真的想不到出什么生物，再把所有的可能植物种在牛上就好了。啊，可是那个没有了，那个很可爱耶，我觉得很可爱啊，很可惜。看哪一天就有魔人，那个什么魔人啾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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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身上那个什么，身上插仙人掌，天哪，插仙人掌，我爬给你蹭蹭。哦不必要会痛先不要痛会我要去炸浴水了嗯你要被恶意游戏体验了吗开炸你是用床吗好像也可以耶对啊 床比较轻松啊现在不会死对啊不会死什么意思不会喷不是啊我你现在不会死啊不要了啊我们的妆这么好就不像你、嗯、你一般生存不然把自己炸烂不然去弄两个爆炸保护两个抗火就好了，哎呀，这样就好了。对啊，那、啊、再不然就喝个抗火药水嘛。啊，你那么偷谁哦？想说都一直在打苦力怕，还好啦。欸、其实 TNT 我也蛮喜欢的、欸，就是你挖鼻子一条，然后大概隔五格放个 TNT， 隔五格放个 TNT， 然后点燃一个连锁破过去。不不不不不，对我之前是这样子玩的。
欸，不是刚好之前有人拿到 TNT 吗？哈基有啊，啊，就是那个啊，拿去那个藏宝啦。对啊，哦，藏宝弄人，哦，差点被炸啊！啊，你没有把它踩起来哦？没有，我那时候我就直接踩压力板了。哦哦，然后你怎样嘛？好吧，你的下一棒是酱油，对不对？它是整个炸开了，对啊，在那个我们头像山的那边。哦，我以为它还在。哦，那看来小雨我们真的是很佛心，还放东西进去。对啊，我们这个人很好哎，我们还塞一堆就是不错的东西进去。我也有塞东西啊，然后就被打。对啊，锁链啊，锁链啊。这被打、啊，什么苦力怕？1.17 有办法？有没有什么 bug 还是什么可以清除鸡眼吗？还是有，一样要用活塞，两个活塞，不，就是炸不坏的方块嘛，一个活塞，然后就是用压力板趴着那种方法，对。哦，还是有，可是触地上的，可是他想把地底下的鸡眼，多人很难。多人会有延迟，对对对，我单人10次里面成功7次。可是伺服器，我们是加区网，是加哈基的，这样应该哈基延迟最少。嗯，对啊，还是你去示范给哈基看看，对啊，试试看。因为他的道路受到了基岩的阻挡，他很烦恼，要绕路是不是？我看一下，我恐惧。嗯，这个真的很奇妙，怎么在这里？嗯，就立一根柱子在那边。遇水是在高度多少啊？不是说15还是多少、啊？15最多。嗯。然后那时候菜渣在40几个狂挖到，我就不玩了。哇，好，给他挖。好啊，就都有，就是就靠塞，他不会在，他不会裸露，他只会藏起那个埋起来而已。嗯，对，到处都有可能。嗯，对啊。只是有人有讲说会在低层比较容易中，是因为低层是不是因为低层都是岩浆？没有没有，都是岩浆，岩浆盖住。嗯，那岩浆盖住也是有机会看到。对啊，就是那一层岩浆比较多，所以你随便挖会随便遇到岩浆会麻烦。嗯哼，我要干嘛？真的很麻烦，我已经挖到一片岩浆了。火塞，控制。嗯，是，好了，不然这个，哦，没事。真的清不掉的时候再用，再开窗就好了。嗯，我允许。最后手段，如果真的没办法，没，在这边生成就不合理啊 ，bug。就吐那一根那样子。怪的 bug。对，不合理。我要小雨来我家一下。哎，我没有要害你。你 TP 我，你 TP 我。这样。你 TP 我。嗯。你说我没有害你，我要杀人。哎呦呀！对吧？因为就是我们那伺服器真的怪怪的。来来，你试试看。怎样？挖。哦，你说挖那个石头子。对吧？到底说是这样子啦，啊，这样才是正常的啊。对啊，我觉得我们都不知道是延迟太多还是怎样，可能有刚有人跑图吧。对啊，那个真的是一直被我挖爆。没事，我后来有想要把它修回去，可是修好然后再挖，那就又坏了，那就算了。我想要看到矿车一直被烧掉。对啊，石头制造机。哎呦，好恐怖哦！我去那边，你挖完石头，然后上来一个人都没有了，好像鬼城哦。有没有感受到万圣节的气氛啊？嗯，突然上面变得好安静哦，好恐怖哦！刚刚这里明明很多人在钓鱼的，其实也跟你而已吧。没有吧？刚刚都走，没有人在钓鱼啊？怎么没有看到是谁了？那我刚看到是什么？完了，我好像更恐怖了，完了。啊，太危险了！嗯，咬到铜就想要直接丢掉了，不想烧了。
甚至这边超多哎、欸。对呀、啊。不行。也还会想说，我们回去把它扫一扫好了。嗯，我就算了，太多了，太麻烦了。等一下，这是谁炸的御神的地方吗？啊？波波吧，波波吧，他之前不是有在炸吗？他之前有在炸，我看到也有一样一整条的。他之前有炸一条，你看，太炸了。这应该不是我，我的是就是会乱炸，没炸过。他今天有 TNT 吗 ？TNT 哦，嗯，我可以抖那一颗给你，一颗可能要两颗哦。像 OK 啊，我这边有够啊。我也来去挖挖玉水好了。嗨，好像水挖挖，一克。哎，我做咯，不然他自己找我拿，我这边有。要用 TNT 炸，嗯，炸比较快吧。所以从哪边啊？都可以啊。你团团 TNT 在你身上，好恐怖哦，好危险哦。然后这个笑声不妙，我只是放出来就打掉，害怕，嗨，危险的熊猫团团，反正就这个高度啊，看你要怎么挖吧。好啊，来帮忙挖蓝冰，你要小心岩浆，这边岩浆速度很快哦。好，我没有丝绸、哦，那么我挖就好了啦，挖，你看你去想办法弄那个吧，因为对啊。那个比较，你那个比较麻烦。蓝冰，我这一趟挖完应该就够了。啊、哦，好。嗯，我来帮忙啊，把冰块全部敲碎。然后在那边全部插一大堆。哇，全部对，那全部是水。太过分了！太过分了！直接融化。哦、我还有六颗啦，哦。那我 TP 你喽。哎呀，我先去那个位置，你可以 TP 我。你先知道怎么走。嘟嘟嘟嘟嘟。哦，岩浆真的快。哎，秀一下稿子。秀一下稿子。秀一下我的稿子。秀一下。哪里？让自己烧一回。啊对啊。感觉我跑不起来，然后有了。真的输压哎！那、啊、你转弯了吗？转弯了。我直接看你消失在墙壁里面呢、欸。消失在墙壁里，他直接咻，不见了。我操，这么直啊、喔！对啊，很奇怪、欸，这位置超奇怪的。哇，那我想一下怎么。怪的，好怪好怪，今天的精彩。好奇怪，他超奇怪的，真的超奇怪的，这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哎、欸！挖老半天，嗯，要怎么用啊？我盖一次给你看，盖一次哦，就一次哦，就一次哦。看清楚了、啊，这旁边的冰砖会被炸光光。没事，我再补就好了。啊、哦、好，这样只是工程伤害。没有，嗯，空间要大一点。哎、欸，对耶，好、啊，那之后再补好了。放心，冰砖很多，没事，再补就好。逮就补。那个是你，这个活塞推的是你要。前面这个是你要推掉的那个方块啊，然后隔壁这个是你等一下要趴的地方，就是等一下会这样子。哎呦，真的？喂，这个你等一下会这样趴着啊？哎，然后后面。
这边放一个红石，嗯，然后红石跟鸡那个黑曜石后面放两个 TNT， 红石黑曜石放两个 TNT， 对，我想要看一下哦，对，然后这边放控制杆，然后等下就准备了，我按监测定改一下哦。有点严重。嗨，嗨，完成。然后手上就是拿活塞。哦，然后就是拿着活塞，还要拿着活塞。对，启动之后，然后打开这个，让自己压下去。嗯。然后就是对着活塞，活塞跟黑曜石中间会有一个，小小的点。我等一下示范给你啊。好好，那好，按，酷啊，靠腰，要出人命了吗？没事，没事，啊，这个是消耗品啊，所以 TNT 要很多。哦，这很有 TNT。嗯，然后这边补一下，跟跑推下去。哦，我知道哈基说的诡异的点是什么，因为他就这样凸一点点。对，很奇怪。等一下。来，按钮，控制杆有在你那吗？嗯，没有。好，然后回家做一，不用。哎，做个新的。我这里有个石头，看你要不要？你要做按钮？可以帮你做。杆子不是这样做。好，就是我来看戏了。按了，繁星的教学时间，没成功。成功的话，你的手上的那个活塞会跟这个活塞取代掉。哦，哦靠，我放错位置了，抱歉。我应该再往前移一个，我等下贴影片给你看。哦，对，放是这样放，应该要放这个位置。对耶，我等一下先重全部重来。好，我去偷看。啊！我在挖。哦，不好意思。有人帮你挖掉了。啊。觉得来，帮你们擦亮这边。好。杰克，哎，你要的。哇，你们有什么奇怪的私下交易？我好想交易。内线交易，香的香的，你的，感谢你被挖多少钻啊？给你了，我之前挖蛮多的。好，感谢，给你。所以就是鸡眼的上方放个这个，然后之后这样子弄。嗯啊，我的活塞在谁那？不是我这，我没有被炸掉了。没有。好。哦，我这，你这样子，等一下，先不要呢，给我，加，哦，怎么？为什么？为什么？我被夹了一下，然后经验补血，看了一下，然后补血，还是补血装啊，见证奇迹的一刻，就这样子，哦，但是没有，有清掉吗？没有。没有，可是它变向下了。对，就是像这样子，如果它向下的话，就成功机会会很高。所以要想办法，下面这个会取代下面的这个东。对。那好酷哦！那你等一下趴，哈基，我先打开示范给你看。你活塞，你红石粉，等一下我看一下。你等一下去趴在下面。趴在下面。对，你先趴在下面。你先不要放。我先示范给你看。对。你别动。来，你等一下，你好，你趴下去，然后活塞，你活塞先打开。你先出来，活塞先打开，然后好，你去趴下去。你有看到活塞跟黑曜石中间那两格？你抬头，对，你就是要拿活塞对着那两格。活塞。按住右键或是连点都可以，用连点会比较好。好好奇画面哦，就是你趴下去之后，有没有看到活塞跟黑曜石的中间不是有个
非方块那个那四个像素点，就是地板门跟活塞中间的黑曜石那四个点。地板门跟活塞跟黑曜石中间的四个点，对，你说黑曜石的那一面，对对对，你要看着黑曜石，然后就是地板门跟活塞中间那四个黑点要抬头，就是你想象说你要把黑曜石从上往下推，不，把活塞从上往下推啊。我拍一下我的画面给你看好了。啊，你弄一下，我也想看看长什么样子。听了很多，但是我是对呀，来来，可是想象不太到长什么样子。来来来啊，我贴错位置了，贴在死定了。这个定心游戏，对对对，你这个游戏你对着这个点啊，对。哦，是这个意思哦，四个像素点是这个意思。对对对对，不然我贴连接给你们看。像素点分享，就是它那个方块贴图不是有一个一个的？哦哦哦哦，对对对，一格一格的。这是人家怎么研究出来的？对啊，这个已经可以沿用三个版本了吧？哦，我觉得应该说第一个发现不知道怎么发现。对啊，因为包含像那个什么地狱用树苗，然后吐树，然后穿破基岩，那个也是啊，那个最简单，那个超简单的，对吧、啊？他们到底是怎么？我只是想说，他们第一个发现到底是怎么想到的？哦，就跟第一个喝牛奶的一样啊。对啊，那不是只是第一个想做？对对对对，按住哦。哦，有你成功了，只是你有成功往下，没有取代。对对对，我所以伺服器的问题，嗯，伺服器比较卡，因为其实单人真的很好穿。好啦，我们会用的，算我们穿的好不好？耶，yeah, 穿成功！耶、yeah, yeah. ！不然这多人真的不太好穿。好，哇，你穿成功了！成功了耶！耶、yea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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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哇，学到新的一课了。我也到这个年代了，还会有人说哇，你是用金稿吗？哦，对耶，金稿可以啊，金稿可以啊，我刚刚攻击的金稿，对啊，我给你攻击力够高、欸。我们效率十二的可不可以挖爆啊？不效率十二吗？有请我那个效率十二的，有请，开挖看看啊、哦，来，剩下的二十七分钟开挖。好，我们在这里看你。他大概只会挖到滑鼠爆开而已吧。哇，我记得不是有十指抽筋。我来先卡个按键哈，我把它改成按键左键是不是？你要怎么把它卡住？你真的在挖二十几分钟、啊、我之前就看过有一个直播，从2020年就一直在那边挖基岩，然后挖到、那個、用木稿，还用手啊，用手挖基岩、喔。他一直在看直播，然后一直然后就挂了直播，然后还有一堆人看，我觉得超好笑。哇，大家也是很想见证被打破的那一刻哎、欸。对啊。都已经2021年要2022了。对啊。他完全没有裂痕啊。什么都没有啊，他连一点点裂痕的痕迹都没有啊，啊都没。然后就大家最后的哦哦哦，哇，工具品质太低了，这个快打枪，好枪好枪好枪，那一颗应该是有裂痕的、啊，哇，哎呦，什么情况？有危险啊！哎呀，我差点被挖掉了！再来，再一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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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一定不够，来十二，十二效率十二跟效率十的，来来来，一起，好强啊！这个证明都被有人误会啊，工具品质太低了，所以没有得到基岩方块这样子，还是挖得爆的。他碎掉了，对对，还是挖得掉，只是工具品质太低。你
你自己在世界试哈，怎么试都试不掉。我跟你讲，就有几个可能。第一个，你没有那么多人同时帮你挖啦。对对对。第二个，你的效率很难到这么高啦。对, 对啦，效率要真的到很高才有办法啦。六个人效率六以上，大概伺服器没有哈技啦。对，你伺服器没有哈技就没办法。你要在哈技的伺服器里玩轻松高效的指令包才可以啦。对对对对。我要超车，超车。雷加布。那边是过去，那边是中间，那边是去中间，这边才是回家，这边是回家。走吧，上车。你后面有人了啦！我把他砍下来，我把他砍下来，我把他砍下来。你先走，你先走，你先走，过去吗？卡住了，卡住了，卡住了，卡住了。你干嘛？雪橇犬哦！我跟你讲，我跟你讲，刚刚哈基就是消失在这面墙。我想知道他们想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可能他已经到了。哦，我看到他还有那个残影，还有残影，他的替身使者。好像还烧船，然后就哦对，再加上今天有万圣节加成，对对对对对。对，万圣节加。今天是2022，加上因为今天是2021的10月25。对，跟圣诞节又差20，刚好两个月。对，晚上的9:35可以挖掉。你说那个时辰对哦，时辰要对，你缺一不可，你知道，缺一不可。对，所以你们过不了，就代表说，因为你们并不是在2021年，所以没办法。对啊，已经错过。当你们看到这影片，已经来不及了。对，已经来不及了，要再等100年了。当你看到这影片，有各种超级月亮那个一样的东西啊。对啊，错过再等100年呢。哎，之前钱真的很多很多啊，要等几年什么鬼的？就没几个礼拜就一次。对啊，没几个礼拜一次，嗯，好吧。可是好像就前阵子而已，最近好像真的比较少。真的超多流星雨的耶！哎，哦，有人已经做连闪了，我做了三哦哦。他抢了你工作哎、欸！哇哇，把他拆掉，把他拆掉！完了，失业了，失业了，失业了，熊猫团团。没事啊，这样没有我会说做好了，我很开心，是因为这样子就不用怕堵塞。堵塞什么？你就可以，你就可以。他就是最常丢垃圾的那个。哦。就都他在丢。我是不是应该把他弄好啊？不是，你要学啊，堵塞你可以自己通啊。对啊，要学会通马桶。对啊，你通马桶还要请工那个什么水电工来通，很贵、欸，很贵哦。你那时候你以为只是找你来通马桶而已吗？去帮我剪片。去帮我剪片。哎呦。哦，这样子好棒哦。哦。很爽哦。啊，你那边要不要改放活塞还是什么？还是半线钩，靠近是帮你往那边推。只能过去不能回来，只能过去不能回来。然后回来的时候還被往回推回去。对，天哪，就往回弹了，过不去那个坎。还回来呀、啊？还敢回来呀、啊？你 miss 掉了 ？miss 什么 miss？ 你跟我讲话吗？不要砍他们，我在养他们。好好好，哦，我看错了。谁？我刚以为你 miss 掉鱼了，看错了。小雨的鱼吗？度，雨月，你知道其实他们的生命即将慢慢的被我吸干。你只用坚持是不是？欸、吸干，我就要去看一下有什么的。鬼鬼鬼鬼的，他被吸干了。你怎么会吸我？哎呦，吸吸吸一烂。你自己是在抽血，你不是护士小姐吗？哦，对啊，在抽血，一滴被我的慢慢抽干啊，血库缺血啦，又不是，所以抽你的。抽现在不是很多什么捐血站，他会送什么？你捐血的话会送什么什么什么？不是都有吗？都有都有吧。你说送吃的喝的那种，还是送 Switch？ 额外的。Switch 太大了，Switch 太好了吧？捐血送 Switch 哦。太难了吧？送 Switch 太血本无亏了吧？送你一个阿姨的微笑。
哇塞！可是现在戴口罩没办法看微笑啊。欸、对你也看不到你。你知道我今天就是微笑都没了。我笑了，就在口罩上挖个微笑。哎、欸，可是这样至少就不会被检举说什么什么上班都不笑这种事。对啊，白臭脸。可是这样子有一些那个眼睛本身 看起来就很凶的人就会被骂，会被投诉。就很可怜，要戴墨镜。那就一直眯眯眼啊，没有我就笑了，眼睛一直眯起来。哎，这个其实可以把那个隧道改成那种，就是会让人家头昏眼花那种万花筒感觉。你就是说之前那个什么彩虹隧道啊？对啊，对对对，类似那个马里奥赛车那个。隧道可以改耶，别弄啊！加油！哪里不小心？你不小心逆向都不知道。真的是逆向都不知道。对啊。你可以用红蓝红蓝红蓝啊，看会不会癫痫发作。哦，不行耶、欸！不行耶、欸！不行耶、欸！有时候坐客运遇到那种，我都马上把眼睛闭起来。太厉害！可是最近我不是在看小当家吗？他不是有些画面都是这样吗？对啊，对啊。我觉得根本就只是，可是我觉得是频率问题耶，就如果太快了，就是真的会，对，真的会。我真的觉得是不是那个皮卡丘在搞针对多边兽？对，针对多边，他名就很强，或者是可能小朋友反应比较严重，小朋友不喜欢多边兽，小朋友有鳞有角的反应吗？不是这样子吗？是这个反应吗？不是吧？不对吧？是因为这是想说多边兽事件后对多边兽的印象很不好，没想到这么强，他强爆了、欸。笑是可是那个又不是多边兽害的。对啊，他是画面的问题、啊。皮卡丘害的啊，不是把那个炸弹是皮卡丘，又不是多边兽。只是那一集的主轴在讲多边兽。对啊，可怜呢、欸，明明就不是多边兽的错。那集其实我没看，我也是没看。那一集台对啊，台湾没办法播。YouTube 应该是有那个、啊、留存的。对啊，嗯，应该是有人留那个。反正就是一个什么把机器炸掉，然后它就是红蓝光开始闪闪闪的。皮卡丘给笑啊，硬要去炸。给笑，真的啊？那就不好了，超可怜。哎呦，有金稿哦，浮在水面上。刚刚是谁在打？金稿不是我。是谁？为什么小雨你家？这边有一坨绿色大便、嗯，有猫团团回来。什么绿色大便？绿色大便啊！什么绿色大便？你家这一坨、啊、这什么？你头上有金稿？没有。哦，你说的是绿色大便？哦哦哦，圣诞树啊！是不是？受伤了。加那个存在很久。哦，这个啊、哦，这很久了哎、欸。超级动的、啊，超级久的。哦，他不常下来啦。哭了，对对啊，原谅他，原谅他。哎，没事啊，赔我不要钱就好了。哇，需要赔偿。你们刚刚已经点很多了。还好吧，就是一个圣诞树。灌木丛多边那个啊，不多边树，灌木丛圣诞树。骆驼母啦，那是骆驼母啦。什么都是骆驼母就对了，这个也是骆驼母，我是骆驼母，我也是骆驼母，还有第三个骆驼母吗？你也是骆驼母，骆驼母改变好多样子哦，大家都是，笑死，耶，刀郎抵触，来，哇，我也在，在飞，准备打副本，对，要打副本了。时间差不多啦。哇，你这么爱刷宝的，你竟然会忘记？是整理家里，还是你的刚刚在开 POE？ 我刚刚看到我们穿机缘，就你不在场。哦、我们减一，你是打 POE，、哦、你是不是？我们是原地打 POE 了哦，我看到你上线了，好扯好扯，我看你在地图里面哦。冤呐、啊！哎呦，没有呐，没有一开着哦，跟你这样讲哦，没有被发现。你开着，你是说什么？哦，是不是又抓到一个？我是在观察，不能在偷玩。哦哦。
校长开着他的电脑，校长的职责嘛 ，OK， 对，监督学生是不是？太狠了，太狠了，选到 PO E 的教室是不是？对啊，教官巡堂。我刚刚干嘛 ？PO E， 忘记了 ，PO E 要打开啊 ，PO E 啊，才不是。还没有了，已经开了。才不是嘞！才没有了，已经开了。啊，等一下，吼，冲高死！哦，这个装扮不错呢。装扮，那份喜悦无法掩盖。真的，还是不小心笑出来了。哦，六 B， 哦，你是另一个了。今天我没有在负担，今天我没有在负担。太忙了，太忙了。到底，到底。啊！嗯，你坐一下。太无情了吧！你刚吸走，不知道是什么，送你有不要？我可能是河豚，掉钱是河豚，你会不会去扎一下，好不好？你搞不好一掉钱就是死河豚呢、啊。你好，你这死河豚，这死河豚，我怎么敢骂人？对不对？你不要骂人、啊，你骂河豚呢、啊？oh, 我不敢。哦，这个死河豚。我后来看河豚影片，好，然、欸、河豚很凶哎、欸。河豚很凶啊。对啊，它在吃螃蟹什么之类，咬超快的、欸。不是螃蟹，有真的假的？对，它会吃螺啊，它会把螺的壳啃。螺好强。对啊，它很凶哦。它是少数有牙齿的啊。对，它两个超级大门牙。对。对啊，它门牙很宽很厚。所以我们如果有办法把我们的门牙弄得跟它门牙一样利的话，我们也可以直接咬螃蟹壳。啊！可是你要吞得下去啊！你直接拿那种就是螃蟹钳子直接拿来就好了。你可以用工具啦，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要用牙齿啦。啊、是不用用牙齿啊？不是、啊，因为我每次用齿咬也可以啊。因为我每次用牙齿，啊不是牙齿、啊，每次都用工具就弄坏啊。牙齿坏了吗？可是牙齿牙齿坏了吗？你每次都用牙齿、啊，那很费牙、欸，不是工具啊。那团团，你去装假牙好了。为了吃螃蟹装假牙，不然你左手拿假牙嘛。那你要装那个就是尖尖的那种虎牙，这样比较好咬。哦，不然你吃螃蟹就带一只河豚过去嘛，叫它咬完吗？就把它咬开是不是？对，就很像那胡桃钳，胡桃钳。你看它咬完，想到河豚吃红萝卜的影片。哦，对啊，很脆耶、欸。红萝卜怎样？啊，不然这河豚那个嘴巴会流出水那个、啊。河豚吃萝卜很可爱啊，很脆，嘎嘣脆哦。你可以去查，你可以去查一下。那河豚吃胡萝卜，嗯，很像消遣笔记耶。但他其实不是在吃啊，他就是在咬。他只是疼，就是咬这样。我觉得吐水比较疗愈，虽然吐水很脏。然后下面还有人在接那个继续接下去的图。哎、欸，白痴！我看河豚快死掉了，河豚会凋零哎、欸！哇，河豚会凋零哎、欸，好狠、喔、哦！是啊，凋零很毒，河豚也是啦，对啦，太狠了，太狠了！你怎么死掉了？我在搜寻，我想说，画面怎么红了？太无情了！哎呦！河豚很毒啊，要小心啊！真的要小心哦，要找有那个专家处理的哦。对啊，那个要有证照的哦。对对对对。然后说什么河豚有毒，主要是他们的血跟肝脏内脏啦，不是内脏吗？对、啊，主要也是血不能流到那个皮肤那个肉里面。嗯、啊，就是内脏它在处理的时候不能弄破，然后弄到肉就会有那个血。嗯，河豚的卵可以吃，河豚卵没有。是、嗯，我只有看到他慢慢咬胡萝卜的影片，是这个吗？还有水的、啊、吐水，你可以看吐水，我觉得吐水比较可爱。吐水、啊、要看河豚，不要看刺豚哦，不一样。然后他们有人说还有什么仓鼠吃，然后是捏他的脸颊，然后里面的东西喷出来那个吗？真的有啊，真的有啊，哎、欸，会有啊，会有啊，那个有我有看过。
他那种就是仓鼠去看医生，然后一直吐，一直吐。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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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没有，他就是生病了。他的没有吃太多，然后另外一个是他的牙齿吧，还是什么逃生反应，就是他觉得他把东西吐给你，然后你就不会吃他了。嗯，哦，会怕。哦。而且还有，我是有听说有一些仓鼠生病，是因为他的东西放在他嘴巴里面太久，已经对，已经烂掉了，生就是他已经全部腐烂了，然后你就要把他东西全部弄出来。天哪，自己把自己搞生病，贪心利鼠啊，不敢吐啊，贪心利鼠，贪心利鼠，贪心利鼠是抱在手上好吗？哪会吃啊？有啊，他两个牙不是也有吗？欸、对啊，他嘴巴里面有塞啊。不是，那是你知道夹囊是干嘛的吗？欸、里面是不是啊？我觉得它不是放在嘴巴里面，尾巴的毛里面。对，哦，啊，它全身都会塞，哪里都塞，能塞就塞，有地方就塞，嗯，有洞就塞啊，嗯，没有，今天晚餐吃比较饱，我还没吃晚餐呢，饿了，在思考，在思考。饿了饿了，今天吃咖喱饭好爽哦！啊，咖喱拌饭哦，好爽！咖喱拌饭，然后我今天被骗啊！你怎么被骗？日本料理店写的那什么炸天妇罗，我以为是那个有蔬菜那个的，结果送来是台式天妇罗。哈哈哈！好难过，你被骗！我想说哇，好便宜啊，我感觉还不错，点了嗯。被骗了，他上面写日式吗？哦，他是没写啊，可是我想说他一整家店都是卖日本料理。啊，那还是他写日式唐扬鸡，然后来日炸鸡排这样。我跟你讲，上一次我点过，我也是点过。哎，这我会生气耶！日式唐扬鸡来的是鸡块，你知道吗？超气耶！哦，骗，很骗耶！一吃就是你知道是麦当，不是麦当劳那个早餐店，他们会有卖那种卡拉鸡腿堡，对，那个卡拉鸡的味道。然后它还很小块， oh. 然后还给四个，然后超贵，好过分，好坑的哎、欸，好过分哦，好狠哦，真的是很狠人，你知道吗？不行，哎、欸，这如果去吃唐扬鸡，然后我吃到那种超级脆皮炸鸡，我会真的生气，不一样，这唐扬鸡，哎呦，怎么会遇到这种的？可不可以告他诈骗啊？没有，他说那个只是一个名字而已。你只能去评分上面跟他讲说食物不符而已。对 对, 對, 對那。那我可以说我就是我卖牛肉面，然后之后来一碗那个阳春面给他这样子。哦，这个就好像不行了。那个好不行吧？因为你有写他有那个就不太行。没有啊，我就是我名字叫牛肉，我是牛肉人，然后我来牛肉人不行。这个之前新闻有报过，是真的，他最后被罚。这个不行、哦、对就是但是你看像那个唐扬鸡的话它是主要是鸡块嘛对它就是炸鸡块对其实炸炸它也是有给你鸡肉啊它是给你炸鸡主餐要对就是了吗对对对 对, 對就是它讲了有什么你就是要给有什么、嗯、跟梅普茶一样啊梅普茶半糖就是微糖那个吗笑、啊、有人睡着我有人睡着了，我旁边我想说去睡觉，发现有人在睡。BOBO 吧，叉三，一点点，叉三，我有点叉烧，我是真的饿了。叉烧，叉烧，我也饿了。我等下来叫晚餐了。哇，你等一下好好录音呢。可是如果像是我突然想到就是刚刚他们有人聊天室有人讲到一个就假设像老婆饼太阳饼这种的话 你其实要怎么样就都没因为他们有个真正的样子嗯老婆、对吧应该说我觉得他应该就是有一种就是公众食谱的感觉吧、嗯、就是当大家都知道这东西大概是长什么样子你就不能离他太远这样对啊凤梨酥里面没有凤梨啊这确实没有啊很多都是那个啊都是凤梨凤梨它是冬瓜味啊对吧凤梨酥确实其实有一些是不会加那个啦大部分都是那个当归不知道什么果汁内含一趴什么的对吧对吧相信那个什么所以才会很多凤梨酥最后很多就是会特意讲是土凤梨土凤梨酥因为土凤梨酥就是真的有凤梨啊一般凤梨酥大多都是大部分都没有都是酱对没有，他有的是连凤梨酱都没有，就是冬瓜，哦、冬瓜酥对对，冬瓜，大部分都是冬瓜。对啊，错啊，那我说不要叫冬瓜酥就好了。
不好听，比较比较旺啊，旺旺来啊，旺来收啊，就是有一种你知道比较福气的感觉。没错啦，那好像听起来当归收做做拍价格，当归收感觉就是哎呀当归收，他就戳上去了，他从有回来了哎、欸，回来了，哇，好猛哦、喔！好，再来。冲啊！再冲！强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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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绿的！我可以给你啊！我不要。那你问什么就说我不敢就好了啊！我没强绿了。我跟你说，冲个就是你的了，好不好？一片天就在前面。真的，最后一里路就可以加入十二的行列。没错，有我们大家共同陪伴。阿纪。或是你酒直接、直接磨它，停手。哦，好。啊、酒直接磨它，有几率直接变十。我那时候就是酒的时候直接磨它，直接上十二。你看你十的话会上十三呢。对呀、啊，你就变成最强狗了哎、欸。不，最强。我觉得你嘴巴已经好很多了哎、欸，你要不要？你是不是该拔了？是该拔了。你是不是该拔了？十月底嘞。有没有什么话题？哎，九月初说到十月底了、欸，哎。对啊。我最近疫苗还在观察一下，两个礼拜啊，那个疫苗不知道对会有什么副作用。你第二天就没事了，不是吗？我突然觉得我手好酸哦，好像有点副作用。你少吃可以，就是你跟牙齿也没关系吧？关系在哪里呀、啊？我现在免疫力下降，我现在身体不太好，胃口不行。对，嗯哼，嗯，对。那你就继续拖，你就继续拖嘛。你就拖。但是汤米先结扎还是你先拔吗？你就拖到他发炎就肿起来，然后三天不能讲话，你就拖啊。哎，激将法，激将法，激将法。哎，讲认真的，你要自己注意那个呢，因为我们十二月还要那个呢，你这样不行哦。对呀、啊，你这样拖越久，你到时候如果还是真的十二月初的时候还没去，然后跟阿旺讲的症状一样，你就完蛋了。还是我们十二月拖他去？你一群人，我们一群人，对啊，预约那一天，然后大家他去。到时候你就看着我们，没有，到时候你就要看着我们一堆人在吃那个什么锅，然后很开心，然后你就坐在旁边看、啊嗯，好好吃哦。我们准备棒子跟同心神吧。有没有？哭出来，这个真的会哭。拔完好像是多久内？两三天内不能吃太热的东西。对、哦，这是哦，这是真的、哦，这对伤口不好了、啊。那就我们吃完之后再拜那个拔。搬他过去啊，搬他，带他过去。因为我刚刚想说带同军神跟棍子过去啊。没有，他家里有那个啦，红线啦。红线？家里有红线。尼龙绳啊。哦。有尼龙绳。那看是要绑猪公还是绑耶稣都可以嘛，对不对？哎、欸，我不是有人现身说法，他说疫苗没关系，他前阵子打完，隔三天就去拔智齿，对不对？别惊啦！现身说法了哎、欸，对，有人都现身说法了。认证，认证，嗯，认证，临床实验证明。临床实验，冰山经理。笑。是啊，你不是前两个礼拜说已经准备好了？对啊，他是准备好了，但是后来就没有没有，因为你知道吗？我后来，因为我们前面的时候，我跟影月都会私下去问。问阿基，可是这最近都没有哦哦，没有你们的鼓励哦，没有鼓励，你们没有鼓励他，你可以的，你很棒，他是个最坏坏的智齿，你要把他拔掉。你看，你就跟那个仓鼠一样，你就跟那仓鼠一样，有没有牙齿在里面烂掉过期？过期，你是可以吃的，对不对？你不是牙齿像爆米花吗？爆米花！哎呦我天哪！哎呀去！这几天再看看，嗯，不要看了，不要看了啦！不是你越等越害怕，你知道吗？你不是要洗牙吗？对啊，对啊，你就说那个最近有没有可以拔智齿的预约门诊之类的、啊，对不对？拔智齿真的不用十分钟啊。不用哦，麻醉只要五分钟而已啊，拔一下不用一分钟啊。
那不就跟打疫苗一样，一下就嘟就没了。我、哦、差不多。啊、没有到嘟一下啦，可能就是说，哎、欸，等一下会痛要讲一下、哦，把手举起来或什么之类，就这样而已。对哦，那被举起来还是拔？没有，当然拔，不然呢？疫苗副作用举不起来，很痛。没有，你也不能讲话，一直拿到医生那边说，舌头不要乱动哦，小心哦。舌头伸另外一边，伸另外一边。但不行，他就拿东西把你的舌头固定住。对，没错。是是啊！好扯，好扯！你说可以分了、哦？你是一只疯狗。哦，我刚差点想说你抽不到。他今天是疯狗。好爽哦！你今天怎么了？要怎么分啊？来，一只。我一人一组多了。哇！你好疯！看看，真的假的？这是没错吗？上次没人中啊，对吧、啊？是累积的，哦、是累积的，好爽！一人一组，他赔进去了，拿完了，有了，耶、yeah ！阿基没事啦，身上还改，没事啦，他没事，我有事啦，这个没中过，阿基中过一次了，阿基有中过一次了。哦，我以为他很难过，是因为刚刚牙齿的事啊。哦，我误会了吗？你难过了吗？不要难过啦，迟早要拔的嘛。那我应该是迟早会中的吧？对，嘿，嘿，对，要坚持你的，坚持你的东西，对。还是不然就是你下礼拜中他就去拔。不是，他跟我怎么说？你是说你先立好？啊、说杰克中还是？对啊，杰克中啊。杰克中啊？那我怎么有种觉得杰克到？我觉得到年底搞不好都还没中。对，我刚刚就觉得因为年底都没中，就跟我们上次一样。嗯，好啦，那不然只要杠龟你就不用拔，好不好？杠龟，那跟他共估就不用拔了。对，如果没共估的话，你知道吗？然后这样就比较双赢哎，对不对？这样听起来不错呢。啊，你看，从现在到年底都共估，你就不用拔了。对啊，对啊。那你们就去打一下，看一下，约看看，约看看。好，太棒了，太棒了。下课，下课，深犹豫，下课，下课啊！哎，我不知道，等一下要不要打僵尸？哎，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我不知道等一下要不要打僵尸。如果没打僵尸的话，就陪诺英玩伺服器。啊、如果打僵尸的话，就是跟固定团。我再看一下他们在干嘛。我感觉等一下没有要打僵尸哎，因为今天没有约。我看一下诺英有没有开哦、喔，跟他讲一下。他突然敲我说：“等一下要陪他。”我说：“哦，可以啊。如果等一下没有的话，就陪他。”来开什么？看一下，他打喽，还打喽，关声音。我们关声音都会再跑出声音来啊。你那个，所以等下还是有打吗？还是？我不知道哎、欸。你们等下是有要打吗？没揪。没揪，对啊，没特别揪。我想说，我想说下来是什么意思？好好好。我是想说，我就继续开 POE 啊，看你们、啊。那就 POE 啊。好，那我去玩，我去伺服器。玩哪个？你跟你要那个？哪个？忘记了，我不知道我想要什么东西。要什么东西？好啦，那我们先去宝可梦伺服器啦。嗯，应该过今晚吧。今晚要去载 POE 来玩。上一季 POE 玩的没有玩到，我连主线都没破哎、欸。等一下，跟诺英说，可以陪。
笑死，还是我看错，换游戏咯，没有换游戏啦，还是麦块啦。嗯，我，我想问大家的见解，有没有会宝可梦的？请问鲤鱼王要怎么配招啊？如果真的要，我担心是担心那个，如果学草系跟雷系的话，那鲤鱼王是不是一下就死了？我会继续开啊。你看哦，因为草系跟雷系是克水的嘛，那鲤鱼王的平均值又偏低。那雷劈下去水，那个草刮下来不就死光了？那个要休息的晚安哦，晚安晚安。我是已经想好大概了，我想要学毒灵跟隐形眼，然后再用吹飞把他们这种强制吹到就有中毒啊，然后有隐形眼的效果。道具袋弱点保险，弱点保险不是被那个吗？攻击那种物理攻击到，就会加特攻特那个吗？攻击特攻，电货兵，我跟杰克说，这样子一下劈死，很像有点恐怖哎，都没玩到。咳咳咳啦。比赛多少分啊？可以想想看仿制对手手段啊，你要不要试试看你雷劈下来鲤鱼王怎么死？可是反制有什么反制？你看哦，电光一闪吗？还是暗夜突袭？哦，我在想呢，那其实昨天在想技能的时候有想到一个，不是有个技能是那个吗？你的防御越高，打在对手身上越痛。但是我仔细去爬文，它不算那些，它是看本身的嘛，它不算一些道具跟那个进化骑士的效果。气势披带镜面，而气势披带，我也想好气势披带的用法啦。伏击吗？对啊，伏击。滚滚滚滚滚滚滚！哎，我杰克，我今天遇到那个紫原盖欧卡 boss， 但是我发现我那只速度真的还是过不了，赶要换特性。性格啦，性格要换掉，速度赢不了。骑士头戴，那你看哦，练到100等也不知道鲤鱼王血量多少。先自招配骑士皮带。不是担心，就是担心说，怎么讲？会不会就是比赛太快结束，知道吗？我就是担心说，每只鲤鱼王都是像玻璃大炮，你打得痛，结果就是血量少，就是比看谁速度快。没有啊，到时候再说吧。脚我的还没起来啊，这两只、这三只鱼都还没起来，还在50级等，
杰克哪边比较好练等啊？除了那个什么，除了打那个什么阿尔宙斯那边的那些鸟打到有点腻了。鲤鱼王你都用抓狂，我们可以自己学技能啊！你看我这只鲤鱼王，聚宝弓、剧毒、咬住自我再生。我想说，就是平时飞的时候带着它，就不用一直换，就学一些基本招。剧毒我会换掉，剧毒是那边学好玩的。现在还有破坏时光拉达吗？我们现在没有知道哎、欸。我在想说，要不要学个什么地狱门牙，先扣一半的血，然后再一招很痛的招。来哦，看看这四只，你们猜猜看，这四只有没有六 V？ 还是你要继续挥子？你疯了吧？看。觉得很可爱，我最后还是选择换这个了。虽然它可以用花钱买造型，可像杰克说的，就是一种纪念价值。哇，超好看的啦！哎，不要动，真的很好看哎、欸。因为这是他色尾的样子了，他没办法变粉红色，就这样子。看看这个屁屁，对吧、啊？最后就是选择四 V 是选择紫。你可以拿神奇糖果，真的假的？哟，哎呦，那这么可爱的视频啊！哎，还会摆 pose。白下白下，他会看着我，哎，教主，你最近有空接委托吗？你说嘞，你说嘞，就算有空，我最近没有什么手感呢。金眼泪的下一招必中，没有那一招被禁了。哦，野生的会围过来哦，哦，真的假的？然后会来打你吗？哎、欸，好，杰克，你看楼下这个，我已经准备好我的一个伟业了，虽然很没有意义，但是我要带我那些捡垃圾大队来这边玩。我想想，捡垃圾大队不用一般洗啊，就是。反正待在队伍里面你不一定要一小雨啊哈基他们也都可以玩。我已经挖了这一片出来。然后这一块是因为有那个是团团的家吧，对吧、啊、这边不能破坏。团团的领地。杰克奇鱼飞天团的东西。好，来看，来开箱，看看这四只有没有五 V， 不是六 V。来哦，来看有没有。嗯，啊，所以你好了，再跟我。来开个投票。嗯哼哼。四只鲤鱼王，有没有六 V？ 有，没有？金眼锁定被没有，因为就是什么一击必杀的招式，真的是。怎么讲啊？不知道哎、欸，怕是怕最后
有在研究技能，只剩我跟杰克。为什么我敢那么笃定会有100嘞？我也不敢笃定啊，是因为这一批6 V 六 V 全都是6 V， 所以中的几率是32/1，再加上四只的话就除以4嘛，所以多少？1/8。可是虽然是1/8，我今天也是没有，我今天只孵到一只而已，这是目前生多的，有要给小雨的，这个要给小雨的，大师球，这都是6 V， 帮你集气，集什么气？你好了没？对啊，哇，有，我跟你讲，要崩盘的哦。六 V 还是很难孵的哦。好了，结束调查。好了，如果这有赌博系统的话，你们就要崩盘了。来哦，看哦，滴滴，来第一只，这是我的鱼。第一只98，没有。第二只97，没有。第三只87，没有。第四只。90，好，通通放水流，拜拜，拜拜，很可惜，大家都猜错咯。阿利多斯，我现在就是这几只在轮着用奇迹交换，你们自由了。对啊，我不知道放生多少只，这边应该也可以当什么愤怒之海了吧？我这边放生超多五 V 的了，哎，干干干！没事没事，没有任何金钱流动。然后啊。然后要干嘛？不知道。哦，对啊，然后那时候说进化骑士想用铺级，我想说哦，不然我把那个鲤鱼王防御加很厚很厚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练到很高，然后用铺级去撞然后就是很认真去研究铺级，然后开始看到后面发现。不行欸，他说什么一些特殊效果的东西都没办法使用。欸，杰克，我在地底遇到90级等的欸。是什么烟雾球？雪兔级等。而且好像是看角色欸，不是看角色啊，看哪只宝可梦欸，像可可多啦。最多也是50级灯，那地鼠的话也是30级灯，然后是一些比较稀有的，可以到90级灯这边啊。Good day， 这里，这里吗？来，几等没看到？反正我把这边挖很大片。不过宝可梦好像有个上限，我想知道哪边等级比较高欸，我还是喜欢打怪，不喜欢吃糖果。有吗？有这个地方吗？然后打弟弟的这个有点难过，是因为他们都有结石，还叫什么？对啊，都还会再挨一下，不好打。那46等，然后这边随便抓一只进化一下就那个了，就矿工可以用。我觉得在下面打要用那个连续攻击特性的，但神木那边了哦，是哦，
欸，神木那边真的是，我是随便乱走走到的，欸，我那时候不是说吗？我那时候在那边就是很开心设个 home 点。哦，所以杰克，我有些 home 的点是不是就删掉了，啊？像我这个吧，我这个两万多个，这个就没用，对不对？因为这边是我那时候绕半天，终于找到那个娟娟儿的生成点，然后还有就娟娟儿跟雪白色卡比兽的那个点在这里，然后这个也没用了，欸，我那时候踢啊这个啦，蘑菇岛七万个也要删掉，对不对？你过不去的就先删掉吧，坐不了太远，所以后面不会开放了。哎呀，目前还不会，对不对？啊，那蘑菇岛，因为我想说蘑菇岛那边有很多那个啊，那叫什么果实，我没有带过来。白色卡比兽，对啊，白色卡比兽还蛮好看的。我那天有叫杰克弄出来给我看，因为我那时候就在等夏日的那个夏日的长耳兔跟白色卡比兽。因为其实我还是很享受在这伺服器里面玩，哎，我跟你讲，有第二季的话，我应该会选地面系哦，还是会玩一般系或地面系的。我想要一只虎虎，不是因为我喜欢它，是因为它很硬。所以就只能去打那个了。我打算把我们家下面这边真的掏很空，然后就是在这边可以赚钱。啊，白痴哦，我等一下，哦，我要重新录影一下。